大家好，欢迎收看由千峰教育集团旗下高端子品牌好程序员为大家提供的快速玩转 SPA 系列之 SPA 靠，我是主讲人之哥。今天呢，我们继续学习 transformation 下的算子，主要学习如下四个，分别是 union、intersection、distinct 还有 join。那么如果大家对视频中的大数据感兴趣的话，可以添加千峰大数据学习营的 Q 群，群号是24161758，里边呢有海量视频分享给大家，并且有老师为大家进行讲解。那 OK， 开始我们今天的正式学习。好，同学们，上节课呢我们已经将并集学习过了，那这节课呢我们来学习交集啊，它们交叉的位置，交集。交集呢就是 intersection 啊，这里 intersection intersection 啊，这里一样啊，咱们调用上面，因为这个 RDD 咱们这个位置是不是已经做完了，对吧？我们求其相交的位置也可以直接计算啊，也就是 VL RDD 4啊，等于当前 RDD 1intersection，然后 RDD2， 此时呢我们就可以求出两者相交的部分了啊，相交的部分，所以这里 RDD4 点 connect 点 qbuff。 好，接下来我们打印结果查看。好了，同学们啊，在这里，这是咱们之前的那个并集，对吧？这是相交的交集，它是不是只有五六部分是重复的相交的位置，对吧？那是不是把这个两个部分就给求出来了，对吧？所以在这里啊，这个是一个交集啊，这上面这是并集，这是交集啊，这是交集相交的部分啊，这是交集。好了，同学们，那么交集这个算子我们也说完了。